啊？然后下一个是 Timo， 可以请 Timo 准备。还是我可以等一下啊？好 ，OK， 那个，所以我想一下要怎么讲，这个，就是，我是 Dao Zero 的 Noah， 然后我们原则上是一个 DAO 嘛，然后我们在尝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是从 Web 3的背景来的，所以我们在尝试的事情是用区块链、用 Web 3的一些技术跟工具，然后可以来 supercharge GMV 跟 supercharge Civic Innovation。所以在我们的在 Dao Zero 里面其实有五个坑，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简单的把这个，我找一下我们的 Substack， 就是简单的把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进度的报告，这样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还是有在做一些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先从简单的开始讲。第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个月都有读书会，那这读书会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 Web 3跟那个社会学这边，我们有两派人嘛。那让 Web 3的人去读社会学的书，让社会学的人去读 Web 3的书，那这中间的交集可能是什么？所以上个月我们读了《自由的宰狼》跟《元宇宙》这两本书，那其实那个讨论其实非常有趣，所以下一次是1月12，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参与这样。那第二件事情呢是那个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某种会做一个区块链跟公共财的这个交集的这些新的知识啊、新的领域的 podcast。那一个讲公共财，另外一个讲DAO，那这两个东西呢，都会跟现在区块链里面的最大的 podcast 形成一个联盟，那个他们叫区块市，所以这个我们二月的时候就会开始有新的节目，那这个节目呢就会告诉大家说 ，OK， Web 3跟公共财到底有什么新的可能，我们到底可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这样，那再下来一个是我们其实也有个小小的有点像是类似学校，所以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希望更多的工程师可以来参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跳到我们的里面一个坑叫做 DAO Zero Armory， 那里面其实就是带 Web 2的工程师或者带大家去走一下，说 Web 3的这个程式怎么写，然后解一些小任务，然后到最后就是你在里面等于是做某种学习，这样就是慢慢把大家带过来。所以这是三个比较简单的东西。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 在比较。大的 project 会那个正在建产品，正在做 POC 的，其实是两件事。就是大家如果可以想象说，在传统世界里面，那个商业世界里面，所谓的 project manager 老板 whatever， 他有这个两种工具，他可以去 incentivize 人家来做 contributions， 来做贡献。第一个是薪水，第二是股票， right？ 他有个 compensation package， 这大家有在工作的人都知道。那可能另外一边呢，在公共财的这个领域呢，或者在公益组织，公益组织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 compensation package。那即使它是薪水，即使它是股票好了，它那个因为公共财的这种组织本来就不是为了极大化利润跟利益而产生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在设计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新的 compensation package。如果不是薪水跟股票的话，我们到底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东西？对，所以现在有两个实验正在做，第一个叫做。那个在区块链里面叫 SBT Soulbound Token，Soulbound Token 叫做灵魂代币，灵魂代币就是你拿到这个代币，但你不能转移的，所以它没有所谓的交易，没有所谓不会有 FTX 这样的事情发生 ，right？ 但是这个东西可以去 recognize 大家认可、认同大家的贡献到底什么，你贡献程度到哪边，那你贡献哪些事，那这会记录两种事情，一个是你贡献的值，另外是你贡献的量。但是因为这个讲 detail 可能会讲太多了，所以。这个先不说，但那个值的记录方法，比如说像是现在大家如果在 Slack 里面，你有去给那个，比如说我在哲伟的坑里面去给哲伟一个 praise， 说哲伟这个领导很好，带领的很好，那 tag 他，然后里面有一个赞这个字，他就会把这个 phrase 给拉出来，他就会在哲伟的 profile 下面，那形成一个，就等于是我们其他的赞美或其他的讲法，再帮哲伟或者再帮各位去写一个自己的在 GV 里面的故事。GV 里面实施，所以这个是值的记录，哎，那也有量的记录，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就是你可能拿到多少的分数，拿到多少的，它会持续升高，哎，那这个持续升高后面有什么 utility， 到底可以解锁什么东西 ，to be discussed， to be explored， 但是这后面有很多的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也可能会做小的 hackathon 去 develop 它的 utility 这样，那这是。那个灵魂币薪水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在做 POC， 然后在 DAO Zero 里面的几个坑去在做尝试，那慢慢的会往那这边去推，这个
细节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Substack 的这个文章里面看到。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影响力证明，就影响力证明 是 Impact Certificate。 那我们现在跟国际的一个组织叫做 Protocol Labs 在合作，那他们我们现在是正式的伙伴嘛。那这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我们明年要 run 一个很大的实验，下面可能有10个 project。 那这10个 project 呢，他会去发影响力证明，那这影响力证明在某种方式之下，它会有可能会有二级市场。那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不去太深的解释，可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对于这个 impact 可以有一个拥有权，那这个拥有权怎么在二级市场上可能会有价值这样。那所以这个东西就给了大家一个 incentive 去做贡献。那现在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一个 process， 是我们其实必须要募一笔钱，那所以现在已经有200K 的100K 到 200K 的美金，那我们要募 500K 到一个 million， 然后去做这整个实验，然后在明年的时候把这整个就是公共财到底怎么去 incentivize 大家来做贡献这件事情，然后用资本市场的逻辑去看说怎么资本市场可以为公共财去创造 incentive， 创造激励价值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然后回过头来，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原则上就是在讲说我们的整个想法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其中。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我们不管其实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其实都欢迎来。我们现在其实有非常多的 project， 非常多的角度再去走 podcast 啊，什么教育啊，然后各种产品设计，所以各种人我们都需要。所以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就欢迎来找我，或者跳到这个 Web3 Web3-0 的这个坑，然后大家就是跟大家交交朋友，或来听听会议。我们每星期三晚上开会，就是这样也很好。Alright， 我今天就这样，感谢。